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经本第七面，第七面第四行啊，第七面第四行，但对只有克己，即竟是本经之独性，对这所在看起。经中之七名法门，何披三军皆修还性，常常观者正好全体承担，下下观者亦可依止得多。头前啊，咱有学到这个所在，学到这个所在，说落来，特别讲上界文殊普贤发心大事，一君发愿求生。到下面呢，咱会看到啊，来看到，严讲《因华严经》的经文。啊，是我业十恶，临终念佛也必随缘得生。讲到倒位呢？讲到我业十恶啊，什么是我业？这是诸作罪业结当的啊！经常讲五业十恶罪，一定会对阿鼻地噶。你去真容易，出来是真正费事太难咯。五业第一个就是杀夫，第二个就是三不。有庙运德大，佛的经上专门有一部经讲啊，有庙运动难报经。这个经在大藏经内面有两种的译本，第一种的译本按这个译的，就是绝对无错的，在经的目录内面有这本。第二种就是鸠摩罗什译的，这不可靠，因为啊，罗什大师翻译经目录内面无这个物件，真可能啊是这个孝林伪造假托罗什大师伊啊这个名，但是嘛讲甲也袂歹，咱会当啊甲伊啊看作是啊一种劝善的书，大藏经也收入去，也收入去。有一寡是确实啊，是伪造，内容嘛是真好啦。古代这个解修地之内面，咱啊学习经教，会当讲唔知影。而且物件呢，会当作为参考资料。如果那是讲要学，啊，伫外面啊，这个啊来讲解呢，最好也是用按细个伊的这本。君无故，呀，这个三无三不就不得了了。三个是三阿罗汉，阿罗汉，那阿罗汉当顶的都是老师啊。阿罗汉在这世间教化一方，功德也非常殊胜。你该伊抬死咯，你害伊啊！还是法师啊，伊袂怪你啊，人是正果啊，成圣人咯，绝对也袂记仇。最对对结呢，就是啊，真正侪人啊，无人来啊教化，
啊，本来阿罗汉的这边的教法一方，你该抬死啊！这方的人文化的言呐、啊，登去咯啊，做一对家结的。如果伊的教法的面啊，真快，时间真长啊，啊，你这个罪就更加沉重咯。这叫做顶流之罪，也是对阿鼻地狱呀。第四种叫做出佛心血，佛的福不大，无人会当甲佛害死啊。但是呢，哦，佛啊留一点仔血，这是可能。这个故事是出自《提婆达多》。啊，提婆达多啊，想要害释迦牟尼佛。啊，伊对释迦牟尼佛真正怨妒，虽然是佛弟子，伫世间的这个关系，伊是啊结变下低，所以关系真深啊，结变下低啊。结到释迦牟尼佛成佛了后，信徒啊真多。得到十方的恭敬供养啊！伊看到袂当忍受咯，他总是想变办法来要害啊！啊，有一天伊计算，释迦牟尼佛逐天啊出去突破，一定啊会经过这个路啊，有一个悬崖，提婆达多伫个悬崖的山顶准备啊一块大石头。啊！释迦牟尼佛对下面经过，将这石头给塞落去，想要甲佛啊地死啊！佛福报啊是真大，有护法神啊！呀，护法神就是韦陀菩萨啊！在空中用金刚杵甲这个石头给冻掉，这个冻掉石头就碎去咯，就变成碎片。水片落到来了后，有一片啊，就把佛的脚弄破去了，啊，出了一点啊血，流一点啊血啊，叫做出佛心血。现在啊，咱呐想讲要出佛心血呢，佛阁无在世，所以啊，这个就是无可能的代志啊。但是有同款呢，上顶呢，那是什么呢？去的是恶念啊，把佛的形象毁灭咯，这定有事出佛显现啊，所以造像的功德不可思议啊！这尊像伊所伫迄个所在，偌济人看到这尊佛像，阿赖耶内面就落一个佛的精子咯，伊也就甲佛有缘咯。这一生，这个经济，袂发芽，袂当成长就不要紧。来生后世，拄着缘，这个经济就会去现形，伊就起作用。那所以佛度化众生，闻色的众生，这一生当中一定帮助伊。成佛啊，闻色的众生啊，那是过去生生世世累积的这些功德，修学功德啊，这一生成色咯。在禅宗内面，大彻大悟，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啊，闻色的众生。在观性的内面咧，讲的是上上观人啊，拢是上上上观人。啊，在教下内面咧，叫做大开眼界，真正伊听我了。啊，禅宗内面啊，明心见性是同款的境界啊。啊，在念佛法门内面叫做的。你一心不乱，你甲看卖，明清无同款，
正宗是立心不乱，教下是大开元解，宗门是大彻大悟，拢总拢是明心见性。主要知影念佛啊，终极的目标也是明心见性。所以佛才会讲啊，亲像《金刚经》上所讲的，法门平等，没有高下。为什么平等？甲到目标是同款的，明心见性。啊，念佛呢，明心见性，这离心不乱，随心不乱也无到底。啊，随心不乱的是法界内面，自性法界是随心不乱，你功夫算讲未歹咯，超过六道轮回咯。但是无离开六道轮回，迄、那个念佛的功夫叫做行骗。功夫行骗啊，伊嘛是有九品啊，因为天都对四皇天到非常非非相处天28天啊，真啊拢是啊无共款啊，这是一寡佛学常识，咱应该爱知影啊。随心不乱内面有四性法界。啊！伫修行啊，自个四向，但是伫四性法界，阿罗汉啊，向上去咧，也阁有辟支佛，也有菩萨，也有佛，拢总拢嘛是属于随心不乱。啊！如果伊证着立心不乱，伊就啊超越了，伊就袂伫四法界内面成佛咯。伊到伊真法界去咯，伊也是十宝庄严土。啊，这是阿佛为缘的众生啊！啊，伫净土中殊胜啊，实在讲是无比的殊胜。为什么呢？净土中烦恼一片都无断啊！断烦恼真正无容易啊！断一片烦恼啊，就是圣人啊，伊唔是啊，唔是普通人啊。啊，见思烦恼内面啊，你等一片咯。你修行啊，你证着许多缘故咯。你大乘啊，亲像《华严经》内面所讲的。十信位内面啊，初信位的菩萨啦、啊，所以呢，伊地位无悬，即小小乘，啊，那像是这个佛学的学校啊，小一年级啊，你已经是入去学校了，小一年级的学生啊，你是真正的佛弟子啊，即初信位菩萨啦、啊。啊！一段欢乐的功夫，甲苏德完平定啊，同款的啊。所以真正是修行，伊无离开六道，虽然无离开六道，伊也绝对未对啊三恶道。所以啊，证到什么呢？三不退来为不退啊。也伊永远袂去退落到做凡夫，袂讲伫恶道的内面啊。就是讲啊，无佛出世，世间无佛法，伊也会当啊，伫啊六道的内面啊，寿命拢有一定啊。人间天上啊，人间死了啊，去天顶啊，天顶寿命到了过来人间来啊。人间天上七处往返，伊就成独角啊！伊就无老师啊，啊伊独角啊！那为什么成独角呢？独角是无人教，啊，咱啊
会当去上上教啊，迄是善根深厚，有菩萨也是会甲照顾啊。虽然甲照顾无明显，原来一般人无去感觉到，伊有感受啊。啊，建设文声伊啊，拢有领悟啊，领悟的这个基本的条件呢，心地清净，这真重要啊！佛法内面咧讲，得到三昧了，心地清净啊，清净心生智慧啊。如果哪去拄到有佛菩萨伫这世间教化众生，伊就变作声闻咯。闻佛菩萨讲经说法开悟了，无拄到佛菩萨讲经说法也会当开悟。时间啊是较长一点啊，较辛苦一点啊，但是咧伊领悟的能力真强啊。咱的问讲，这款的修行，也就是讲现在讲的条件，我们大乘啊、十信位啊，这小一年级的啊，爱具备什么款的条件啊，才会当入去呢？大乘教内面经典里上讲的，你还爱加。这个五种见识啊，登去见思烦恼，见识什么呢？咱讲看法啦，有五大类，错误的看法，你该下掉就用你咯。个记起呢，啊，就是啊，思学错误的思想。你啊，错误的想法，错误的想法是什么呢？贪嗔痴慢疑啊，诸位爱知影，自性内面无这物件，这物件不是真的啊。自性内面无，可是你现在有咯。你现在有这物件，你就有六道轮回啊。思想上的错误，见解上的错误呢？头一个是心见，只表心是我，我伫倒位呢？一定是伫即地，即是我，即麻烦大了，即就是你永远袂当离开六道。啊，咱有好有遮侪年咯，虽然无刻的境界。佛功德啊太多，咱也听明白咯，知影心不是我，心是什么的心啊？是我所啊，我所有的啊，衫啦、啊，我身躯穿的这件衫是我所有的，哎，我的衫，不是我，主要爱怎样？我所有的。是有性别的，我呢，我不性不别啦。身体敢袂性别呢？袂啊。身体是有性别啦，我无性别啦。外国铁学家也真正聪明，伊讲什么是我，伊个唔讲心。一个我思故我在，这就伊比一般人高明啊！咱会当思想，我会当思想，迄个是我。这六心袂当思想，是物质啊！啊，就是讲我这个身体啊、精神啊，迄部分是我，物质有性别，
精神也是无成立，比一般人也较悬一点啊。咱那伫东方，一般称为灵魂啊。那灵魂啊，是我接着这个啊，是接着这个，伊虽然是不灭，伊伫六道内面下身，伊就去投胎咯。这代志是真的啊，绝对不是假啊。现在最明显的啊，会当算讲是科学的证据啊。西方的这个催眠术啊，真侪人看过美国维斯博士的报告，其实。伊个迄边同学甲我讲，比伊较高明的人真侪啊，无出资啊。伊这个资出来了后，互人家翻译做30多种无同的文字，伫全世界流通，伊出名咯。当然，这嘛是算讲袂歹咯。这个催眠师真有成就的一个人啊。最近这几天，那像伊伫澳洲。在澳洲的同学跟我说，他在澳洲，我本来想要找他啊，找他来给我们做一张报告啊，他的时间也是排得满满的，各所在都要找他。在催眠里面知道说人有过去世，过去世不止一世，有人啊，伫催眠内面讲出了10几岁、20几岁。我看到维斯报告内面就有一个人，那真是有这个过了10岁，推到头前的这个，推到差不多4000多年。伫上古时代，因所住的也无厝啊，住的是洞穴内面啊。在那款的时代，这就是灵魂转世啊！那都是真的，不是假。在古印度，释迦牟尼佛那个年代，印度是宗教之国啊，因宗教的信徒啊，拢是有禅定的功夫啊。阿苏界内面，拢知影修禅定，伫禅定内面会当突破空间维度，也就是讲六道内面的空间维度，因啊拢会当突破啊，四禅八定啊。伊会看到。非常非非常天啊，下面啊，伊会看到阿弥陀啊，这毋是假啊，啥人得定啊，啥人就会看到啊。你去问遐得定的人，请教因所看到的这个地下状况，甲天堂的状况，伊讲互你听，大家讲的拢同款，这毋是假啊。伊毋是用科学仪器，伊是用禅定功夫啊，个空间维度突破。现在科学知影讲，确实是有空间维度存在啊，但是也毋知影讲用什么方法去突破，无得找方法啦。啊，伫古印度。即个宗教学术界大德，因那伫几千年前，如果对印度教来讲，印度教的长老甲我讲，因的历史啊，有10万多年。可是今仔日咱伫即个世界
学术界承认讲伊是8500年，比咱佛教早5000年啊。因家己讲的是10000多年，我相信因也无重视历史的记载，代代相传啊。啊，空间位置都破无共款咯，境界完全无共款咯。拢无出离六道轮回，所以灵魂实在来讲呢，中国的圣人，你这代志，我想，因啊嘛是知影呀，知影伊无要讲，为什么唔讲呢？一般世俗的这群众啊，无这个境界啊，唔讲较好啊。讲来了乱掉因的心思啊，我也去胡别乱想啊，不如讲卖讲啊，顶多还袂够啊。所以啊，佛祖所讲的是人道、天道、鬼神真少讲。这拢是讲机感无同。所以教学的方法就不同款了。我老祖慧能大师开悟时阵就讲出来了，我是什么？自性是我，这是佛法讲的。自性是我，那啦，虽说讲呢，虽说讲就是袂当叫灵魂啊，叫灵性。魂不灵啊，魂若是灵，你来到世间的投胎，一定会去选大富大贵人家，迄个日子过得偌爽快。你若讲投胎投去到善恰人因投去，那就是错咯，迷咯，不悟咯，伊不觉啊。所以啊，佛祖讲家真正好，佛祖伫业经内下时段内面。伊讲幽魂啊为变，精气为物啦、啊，这两句话讲啊真好。啊，鬼魂啊，速度是真紧，动通啊不止啊，一定袂调啊，速度真紧啊，真正是幽魂啊。这讲得真有道理啊！啊，伫佛法内面来讲是迷魂啊，伊迷咯，迷离不觉啊，那是假期啊。实在讲，就是佛家所讲阿赖耶识啊，阿赖耶识是迷啊，觉咯就无叫阿赖耶识，叫自性，叫法性。讲这件代志啊，迷悟是无同的名号啊。啊，咱凡夫甲佛是同一个性啊，一个自性，一个灵性，丝毫差别都拢无啊。咱那伫延寿国师的梦境还原观内面啊，得到这个信息。伊老大人甲咱讲甲真详细，讲甲非常的精彩啊！也咱学了后，虽然无证悟，有解悟啊，咱也明白这个事实真相。佛菩萨啊，祖师绝对袂欺骗咱啊！啊，咱对伊有坚定的信心。咱有佛的无别项的，都是家己找转来，把家己的本来的面目找转来。所以啊，论文的题目《梦境还原》，还原就是找转来啊。真的我找转来，
心若是假我，甲心认为是我，哎，你就错了，这个错就错到对了。所以头一个，甲我心唔是我，心若是我所有，这个事实真相啊，真正明白了，真清楚了。你敢会惊死未？未惊了，为啥无生死啊？你咧惊什么？啊，下心命了，就跟烫衫同款。我衫垃圾了，烫掉，单条骨换一件新呢。阿赖耶就是安尼啊，阿赖耶的佛法里面叫心色。这个身体老了，太硬了，换只新的啊。可是有的人愈换愈好，有的人是愈换愈差，这个关系啊真大。由头里面的人天啊好啊。金星啊，牛鬼啊，地甲，迄就真差咯。你换什么心呢？这内面咧讲啊，业因啊，果报啊。啊，你的心先，行先，善恶的标准是什么呢？是自性啊，自性的性德啊。自性性德里面的核心嘛，用咱现在一般话来讲，就是爱啊。佛法里面讲慈悲啊，中国古人讲仁义啊，本性的内底啊，就是啊一个爱啊。确实，建成了后，祖先的爱自然就流露出来了。绝对也是无分别，绝对是无执着，伊的爱心遍无丢啊，遍化解啊。啊，亲像光波、电磁波同款的，变化界虚空界，拢总会感受到。啊，咱现在念头起心动念，这个念头不得了啊！无论是善念是恶念，这动啊，就变化界了。啊，咱家己唔知影咯。为什么呢？人人管有甲人讲啊。无论是物质现象，或者是精神现象，物质嘛是有普通现象，任何物质拢有普通现象。所以啊，现在啊，可啊加讲啊是。有丢是一个普通的状况，实际上什么拢无啊？无只是普通形成啊，精神嘛是普通形成啊。如果若无普通精神，个物质啊拢无存在。这个甲佛法啦，讲的这个无丢万物的这个缘起啊，就真接近咯。有经历有讲啊，一念不觉，理由不明啊。啊，对一念不觉，那就生起万物啊。迄个一念就是普通啊。可是科学家无把这个一念讲清楚，有经也是讲得真清楚了。啊，咱看到
佛甲弥勒菩萨的对话，这个对话伫菩萨处胎经内面，这部经有这款的一段对话。问问弥勒菩萨，这心有所念，也咱那一般的凡夫，六道内面的凡夫。心内啊，起一个念头，我就问讲，这个一念内面啊，有几个念？这咱想未到呀，一念内底还佫有几念？谁人去想到这问题啊？我想现在这个最聪明科学家也无去想到啊。一念内底有几个念？换一句话讲，这一念是偌侪细念组成呢？安尼问才有意义啊！有几念？后面还带人问讲，有几相啊？有几色啊？啊，相是物质现象，色啊是精神现象啊。我问到这款的问题啊，弥勒菩萨是咱佛教的心理学家，如果把佛教看作教育，伊专门教心理学的，伊也回答世尊，实际上啊，因两个人咧讲话是要讲予咱听的，唔是讲伊唔知影。弥勒菩萨讲一旦止啊，这个一旦止时间真短啊，啊，咱这世间人起一个念头，大概就一旦止啊。这个一旦止有偌侪细念呢？32亿8000万。单位啊，是1000，1000就是10万啦。32亿乘10万，32亿8000万，咱中国人讲320条。一旦止啊，一旦止320条，有经啊，证明讲出来了，科学家无讲出来。弥勒菩萨啊，讲呀，念念啊，生行，行就是物质啦，就是佛讲的相啊，相分啊，来啊，相分，行加有色，每一个行拢有色，这就是讲物质甲精神，对三生的时阵就同时。无前后，物质内底一定有精神，精神内面一定是有物质。这个物质，佛经内面啊，有一个名词啊，叫做无表色。呀，咱啊，肉眼会当看到的是有表啊，这个物质现象，无表色啊。咱看无啊，真正有，会感觉到袂会啊？什么叫做目标色？咱若捌看到啊，伫香港，咱看到香港甲九龙当中啊，就是海啊，是海水，毋是淡水。海水啊，咱拢有看到啊。现在咱坐咧房间啊内底，咱想看这个海，这个海下面的水是毋是会真正清楚啊？有这种的概念？问你是毋是有色？有啊，你家己真清楚，别人无看到啊。这是物质啊。
这是说明精神内底有物质啊，精神是什么？精神是受想行识啊，受想行识对对来，是对诸性内面本来具足的见闻觉知啊，见闻觉知是性德啊，但悟了受想行识就无了。就转变做见闻觉知了，别了呢，见闻觉知啊，就变做受想行识，就这款代志啊，变质了。啊，受想行识是六道凡夫内底有五种修，这不是真的。所以佛的经常讲啦，咱的心叫做五蕴合合，变作这个身体，众缘合合众生啊。一个人叫众生，众缘合合理性，这来都有色法，色法是物质啊，就是形啊。有啊，受想行识心法啊，修是净五识，相是第六识，行是第七识，尾后迄个识就是阿赖耶，精神现象啊。所以，咱咧讲唯物、讲唯心，拢错了。心不动缘啊，是讲一件代志啊，绝对分袂开啊。啊，咱动物啦、啊，有受想行识，真正明显。植物有无？有啊。矿物有无？有啊。真难得，日本冈本博士，水也是矿物，伊啊。细心嘛，去观察水，水会看，会听，会知影人的意思。有见闻觉知啊，那是恐怖啦！有见闻觉知啊，我甲伊讲，若讲水有见闻觉知，所有的恐怖拢有见闻觉知。那现在啊，你只是甲伊的色，看到了。色相看到了，伊也阁有声、香、味，这三种啊，伊也阁袂当啊去发觉，你还好好继续努力啊。你无物质内面伊有香呢，你会去闻到，伊有味啊。有音声，你现在去看了夜色相，这就是佛讲的啊。伫三千年前讲个遮尔清楚，伊现在做实验才看到一个尔，伊也佩服啊。原来认为讲佛教是迷信，唔敢接触。现在明白咯，相信咯，啊，咱这个是咧讲这个出佛心血，啊，差这段闲话，拢是属于佛学常识。五业最后一个就是啊，破和合精，这也是对阿弥陀佛的啊。我少年的时阵，伫台北咧讲经，我会记得是四十外岁，有一位老居士。甲阮老师啊是老朋友，
李炳南老技师，年比赖老师较水一点嘛。迄个时阵，也有六十外岁咯。我这四十外岁，应该大我差不多有二十岁款啦。有一天，将我食饭，伫车头边啊，有一个素食餐厅叫公鼎啦，台北市啊，我就去公鼎拿去啊，已经到了，到了这个看，就是阮两个人尔，伊无请别人，请我一个人，啊，点菜咯，食饭的时阵，伊问我，用情况法师啊。你知影无？今仔日我请你食饭是为着什么呢？我讲我唔知影。伊讲有一项代志，我要向你请教。我讲什么代志啊？伊讲这代志可严重咯。我业在内面啊，杀父、杀母、杀阿罗汉、破佛心血，少啦，真少真少啊！迄个时阵真正少，现在是未少咯。现在你甲看卖，不作十字的内面啦、啊，这个杀父啊、杀母啊、兄弟小太啊、太老师啊、太同学，定定拢有听到啊。甲诸位讲，伫五十年前的时阵，无这款的现象啊，真少会看到这款代志发生啊。唯独一条破和合经，这条啊严重咯，我就了解伊的意思啦。下昏的同学，无论在家出家，互相嫉妒、障碍、诽谤，这就破合经啊。伊讲这代志严重，做这对阿鼻地个罪啊！我就笑笑讲，咱食饭啦，无啥物代志啊！你看了我真中庸啊，感觉真奇怪，怎会无代志呢？我倒转来个问，讲老技师啊，你学佛比我较早，你是甲印光大师学佛的啊？甲你老师啊是同学啊？我学佛迄个时阵大概。嘛是有十几年咯。我讲我哪讲无看到和合经啊，听都唔捌听讲过啊。啊，你伫倒位去看到有和合经团啊？我你一个问，伊也笑起来。两个出家人住的所在拢会冤家，哪有啥物和合经团无看到啊？你操这心中啥物呢？现在。无好合精团啦，咱啊食饭较好啦，这是真的啊。经常讲啊真好，如果这个所在出现一个好合精团啦，啊，四个人以上到底来共修，确确实实落实六合敬。见何同解，解何同修，心何同住，叫何不精，以何同业，以何同君。这六条若做到，这是正正确确的释迦牟尼佛的道场啊，必定感到一切诸佛护念。两天现行用火啊！这个地区未讲有灾难，是真的不是假啊！我这一生对学佛开始，知影这个代志，我就会去留意，就想讲有这款的一个护法精团出现啦，无得找啊！三十年前，1977年，
嘛头一摆来到香港来讲经，香港这边的大碟法师未少啊。对大陆各地来啊，拢分集伫即块土地顶面啦。其中嘛有一个青年的法师，大概四十外岁款，年龄跟我差不多啊，大我几岁尔。先顶啊，法师啊，香港大家拢知影，甲讲法师，先顶法师啊，香港啊，有教的内面是两位的领袖啊，伊也是东北的人，甲讲嘛是东北的人，阮拢真讲会来，特别是先顶法师，我把几落摆请求伊啊。问我你是不是能找到五个出家人，我参加一个，我来报名，你老大人带头。那咱五个人啊，六师六合敬啊，咱来组织个警团啦。头一摆我来香港来讲经，讲四个月，讲楞严经。讲完咯，我拘留的时间嘛到咯，我等于台湾咯，我讲继续来努力，咱来做，伊嘛真欢喜，但是无做成功，不容易啊，无得找啊，啊，六合敬要安怎落实呢？甲诸位讲。如是多三军落实，六合敬就落实了。你个想法咪对无？地主归感应篇十善业，出家人三弥如意，只要把这个四个军啊分之一百做到，这个团体就是六合敬啊，名副其实的军团啊。无修六合敬，也未到六合敬的标准啊，未当成为净团啦。你看咱念三皈依的时阵，皈敬众中尊啊，众就是团体啊，就是啊，就是社会组织啊，社会所有的团体内面，不得住这个团体是。最尊贵啊，为什么伊和睦啊？但中国老祖宗讲的和为贵啊，伊甲和你做到了。这个团体内底绝对看袂到有争执的啊，绝对啊看袂到啊同意气啊。现在咱看会到袂，四界拢会看到啊。我看为什么衰军团无咯？形式的军团有啊，实际的军团无啊。现在麻烦来咯，灾难追咯，这灾难要安怎化解呢？有这个军团出现，在这个世间，地球就有救咯。祝福何念两天现金用好，什么灾难都拢无了。呀，有人肯发心吗？无人啊，为什么？自私自利放袂落啊，名门利用放袂落啊，我要了顶的享受放袂落啊，那就无办法了。就得得着到顶来受难咯。无路通行咯，所以啊，你是不是肯放下，舍己为人呢？
实在讲，为人啊是真正为家己啊，为家己啊是真正害家己啊。这个代志，佛菩萨知影，正贤人知影，迷些颠倒的凡夫伊唔知啊。眼前念念啊，拢是想要占便宜啊，便宜占着了，也佫占袂着的。为什么占着咧？命内底有啊，你讲这有啊，拢啊无。命内底有，命内底那是讲无咧啊！你用什么方法，你都拢占袂着。啊，中国古人讲啊，真好。一生改一命，满点不由人啊！啊，命对对来，命是你宿世，罪孽啊！过去生中罪孽、善业，你来享福，你命来对有。过去生中做作不善业，啊，你都爱受苦报啊！不是别人害你啊，自作自受啊！这道理一定爱办，绝对啊，唔通讲怨天尤人，怨天尤人罪上又搁加罪咯。这也拢是事实真相啊！啊，咱无学佛，无接触佛法，真正唔知影。接触佛法了后，欢喜学习啊，愈来愈清楚了，愈来愈明白了。灾祸是安怎来的？幸福安怎来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烦恼受限，贪图业障啊！这功累的，幸福就来了。什么是真正幸福呢？世间的福不是假啊，不是真的，昙花一现。啊，天上的福报也不是真的。时间虽然比人间长一点，有限啊。现在咱知影了，以咱的身份，以咱的程度啊，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是第一福啊，第一德啊，会当实现嘛？真正会当啊！如果确定这个方向目标，你也就敢放下了，放下自私自利。放下名门利用，放下五欲六尘，放下贪嗔痴慢，好下面精团就不难出现咯。五年做会到啊，今年做未到啊。五年为什么做会到呢？干我啊，你做到了。今年为什么做未到？无干我啊。哦，这个名门利用诱惑，对于你内面的袂当啊，主观啦、啊，所以做袂到啊，做袂到是无觉悟啊，觉悟就做会到。所以我初学的时阵，上家大师常常甲我讲啊，佛法这件代志啊，是自然行义啊，真正的。行真容易，
没我真正在一念之间，无难啊，但是专没为我啊。第一难啊，你啊真认清什么是真的啊，什么是假啊，而且真正很难咯、啊，而且无容易啊。真正爱有心像佛菩萨迄款的认知，凡所以上皆是浮妄。啊，各家的物质现象、精神现象远离，这不是一件难事啊。问题是讲你是不是真正明白？讲一个最清楚、最简单的，就是贤秀国师的《梦境还原观》。这篇论文啊，无长啊，无长，咱大家到底来学习也差不多用了，哎，一两百小时啊，非常的有受用。我记得咱啊就清楚了，这五种完全违背了性德。不是别人处罚你啊，地狱也是你自己变现的啊，不是别人做的啊，这是啊对阿弥地狱啊，十恶呢是十善的顽民，做作啊、杀生啊、邪淫啊、偷盗啊、杀盗淫。善业啊，什么是杀盗淫？那一般人看到呀，是抽象，迷失的唔知影。佛经内面啊，讲较真详细。袂当唔知影。杀啦是杀害啊，我无杀啦，可是我伤害众生啊。那些杀内面的一分啊，什么时阵你会做到绝对袂去伤害一个众生？这条啊，你才做圆满啊。你要有伤害众生的念头，要有伤害众生的行为，这条你没做到，是咯，无牙都去杀众生咯，言语的伤害，起心动念的伤害，那个小拢算在这里底。偷渡，你说偷渡是什么？占便宜啊？占别人一点点啊，这个便宜是道业啊，都为这条界啊无清气啊。占人的便宜，占国家的便宜，国家纳税额要按怎会当啊减纳一点啊？这法律漏洞啊，完全合法，可是啊，你这念头啊！我今仔日找到法律的诶，这条啊，我会使减纳一点，那是道心吗？道心无断啊！啊，各家言心呢，对花草树木有道心，对山河大地也有道心。总想要占一点便宜，总想要比别人享受较好一点啊！要有这念头是道心无断，真迷失啊！所以这十条呢，十善这十条，我倒转是十恶。展开来啊，你修行就变作三千条了。十条变成三千条咯，安怎讲呢？比如杀生，杀生啊，这条啊，
都是含着其他的九条拢伫内底。啊，十乘十就是一百，一百内底每一条阁有十条啊，就变成一千咯。一千条内面每一条阁有十条，如讲啊，啊如迷失，修行啊，三千为一啊，就是对家来啊。啊，大乘就搁较侪咯。大乘菩萨从十善业展开八万四千为一啊，啊八万四千条啊。所以十善业都圆满，八万四千条一条都未还，这个人就成佛咯。啊，咱这十条无犯，真错的十条，这是善人啊，你是好人啊。佛经内面啊，善男子、善女人就用这个做标准，十善无做到，不是善男子、善女人啊。十善若做到，这称为啊善男子、善女人。展开经典，你看善男子、善女人，我有伫内底无？我是不是算我善男子、善女人呢？标准的这十条啊，有做到无？是用这个来做标准，不是随便讲的。十善越倒转是十恶啊！现在社会，啊，咱细心观察，伊不是十善的社会，是十恶的社会啊！你看杀生。差不多家淫心三业口呢妄语良舌恶口其语以呢贪嗔痴我骗呢大家人拢固着咯这个社会麻烦咯，肯定啊是有灾难。所以美国人翕的这个电影，2012年，我是几十年唔捌看诶电影咯，我也无咧看电视。啊，咱佛门同修啊，买票。从我到顶去看，看了后，我甲大家讲，我才知影讲，这个影片全球同步啊，连演，这是一件大事啊，不是小事啊，这是上天啊，对咱的警告啊。如果咱个继续啊，也个要去变五逆十恶啊，咱这个灾难啊，就该搬来同款啦。所以有真侪人问我讲，对这看法，我讲咱啊，对因果来看，现在这个地球上的居民，伊在想什么？在讲什么？你做什么？你把十善的标准点开来一个看就知影，拢是十恶啊！一条线都拢无啊！啊，这个灾难是真的，一点啊都无假。灾难会当救袂？答案也是肯定的，只要地球上的居民回心转意啊，我明白了，我知影我哪个安尼做落去了，地球就无了。
所有灾难拢会出现。我伫《楞严经》上有甲人讲，寒心所感来是水灾，将来海水涨起来，那陆地拢淹去咯。贪心的感应啊，什么拢贪，连恶福拢贪，恶福要烧头一炷香，这是贪心吗？有时叫咱放下贪心，不是讲换贪的对象，爱把贪心啊丢掉。这个道理必须爱知影，真慧呢？感应的就是火灾啊！现在地球温度上升，这是属于真慧。所以咱家己要有高度的警觉，遇到无顺心的代志。心里感觉真艰苦，愤愤啊！你就对这地球的这个温度上升，搁伫遐咧天油天火咯。你有责任，有只是洪灾，无办是地震啊！拢有因啊！以心动念，言语造作，感到的这个灾难，所以佛教咱一句话：消灾免难的秘诀，那就是坤修戒定慧，熄灭贪嗔痴，灾难就化解了。咱来要求全世界人拢来做，不可能。都未到的啊，咱就要求我们得住，佛的人咱共同一个老师释迦牟尼佛，咱拢是释迦牟尼佛的弟子啊，应当接受释迦牟尼佛的教诲啊，认真修行。啊喽、修仙忏悔改过啊，全世界佛弟子那拢会当啊，安尼来做，这个地球有通救无有啊？有救啊！在这个世界上。我听真侪人甲我讲，全世界即个宗教有教，也阁算讲是信徒真侪。估计咧大概有七亿人，今仔日全世界人口啊有67亿人。那算讲七分之一，这个数就了不起了。七个人当中啊，有一个人会逃，也其他诶六个人分福气咯。我伫经内面甲咱讲啊真清楚，众生啊所做业。有穷业，有别业，这对咱地主啊来讲啊，是非常的大的鼓励啊。穷业当中啊，有别业，这句话爱会记哩啊。穷业不先，咱专修善业。所以要求咱家己认真呢，万万呢
老师是三个军，那出去也都要老师，三米六二，有迄三个军就算袂歹，无三米六二袂用呢？为什么对不起佛菩萨啦？你啊，既然出家，啊，你就来认真做。无出家用呢，是先叫做修学好会用呢。我嘛承认讲你是佛弟子，实际上有着这三个根，这具备合佛的条件，真叫三佛顶面讲个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你才会当啊接受啊三皈五戒，所以三皈五戒不是无条件。三皈五戒什么款条件才能接受呢？善男子、善女人，才会当受啊这个洗礼啊。啊，善男子、善女人必须得净业三福，头一条做到，孝养父母，奉事师长，诸心不杀，修习善业。这四句话啊，孝亲尊师，老师就是弟子规，所以弟子规做到，孝养父母，奉事师长做到了。在上感应篇落实咯，诸心不杀你也做到了。最后一个十善业道，这才会变作是啊佛门弟子。啊，咱今仔日佛法啊衰咯，为什么衰？啊，咱甲这个基础的教育做好了，所以佛法衰了。问题啊，无出自佛法，是出自咱这一代学佛的同学的家己的身上啊。咱无认真学啊。释迦牟尼佛已经无在世了，咱家己宣布要做伊弟子。伊老大人有圣灵啊，无圣灵，咱毋知影。自认为讲拢圣灵咯，其实毋是安尼啊。这个经常讲啊，真好，就是讲做了。五业十恶业，就是讲必定对阿鼻地狱的，拄到啊，这个法门要求，临终念佛，也必随缘得生。做这么重的罪业，有救无救啊？一念回头，中国古人常讲的“浪子回头金不换”啊，唔通讲认为伊啊作恶多端啊。回头就是大善人啊，前路在一念之间啊，也伊会当啊回头，无容易啊。说明什么呢？说明有真心爱善根啊。这一生当中无人介意啊，伊袂咯，伊做这样做恶业，有人个点起马上就回头。不是无道理啊！哎呦，就知影教育偌重要的啊！世间有歹人无？无歹人啊！有目睭内面无一个是歹人。大乘教内面佛常讲，一切众生本来是佛啊！这会造作五逆十恶的啊，是不是佛的？伊本来是佛啦、啊。
妖魔鬼怪是毋是佛？本来是佛啦，而且毋是佛啦。佛的目睭啊，看一切众生拢嘛是诸佛如来，但是呢，在六道内面，这佛有迷有悟，有迷甲真深，有迷甲较浅一点啊。各个人根性无同款。啊，善根福德因缘无同款啊，但我唔知啊。下面四句，你若是真正会觉悟，对这个法门接触啊，真正会当相信、会理解、会真做，太难能可贵咯。这个法门啊，叫做难信之法。啊，恁大家啊，一个接触就相信，我真佩服啊！我不如恁啊！我对这法门是用去十几年的时间，才真正接受啊！少年的时阵，啊，我读书受老师的这个影响，受着新教育的影响啊。认为讲啊，宗教啊，拢是迷信。佛教啊，尤其是迷信啊，把咧宗教只拜一个神，唯一的真神，估计宗教。佛教是什么拢拜，都新教、泛新教，真俗不低级宗教。那会当接受呢？该在我的少年时阵对铁学真正欢喜，这了一个老师。文东美先生佮伊学铁学，伊啊伫铁学阶段的当中，然后一个单元介绍予我佛经铁学啊，我是安尼先入门的啊。伊啊老大人伫佛教经典内面，特别是佮伊的是《华严经》，甲我讲。这是佛经铁下概论啦，伊甲华严经用这名词介绍好啊，伊讲这内底有完美的理论，有精细的方法，背后也阁有表演。就是这款的这个教科书，在全世界找无第二种，真的不是假的，大表演的啊！后面现在五十三餐做出来给你看，所以我对这部经也特别的爱好，非常有缘呐。可是对于正宗。真正是有白贴啦！最初因为释迦牟尼佛大概是对这老太太因讲的啊，唔是对知识分子讲的。禅门法师帮助我。我伫羽毛棚内面住半年，羽毛棚做义工，闲的时间，伊叫我读印光法师的文抄，读弥陀经的要解，左抄、圆中抄，所以这三本我的印象啊，真深啊。非常欢喜。
净土宗袂去反对咯，也真尊重，但是无爱去学。对大乘经典趣味也真深嘛。你老师跟我修净土，我甲伊学教了，当然啦，是袂当反对啊。但是唔是讲真心来学啊？对老师啊，敷衍啊。老师嘛是啊，看会出来。什么时阵真正啊认识到净土呢？讲《华严经》。迄个时阵，我伫台湾，我会记得我是26岁迄年，熟识彭东美先生。我26岁，也有工作啊。30岁啊，离开工作，一心就学佛法，这是从他大师教导我。伊跟我出家，叫我学释迦牟尼佛，我真听话，确实老实听话，也会认真做。我对李老师10年啊。啊，伊也有警告。对于老大人第二年，我就出家了，出家语言成熟了。出家了后，我就伫各地讲经教学。民国60年，我头一摆开始讲《华严经》，李老师伫台中讲，我去听第一卷，这个经是要安怎开头？这卷经听完了后，一部啊80卷华严，我有能力讲落去了。所以啊，我就伫台北来讲啊。我会记得我讲了，那像是2年，甲无3年就入到伊个进度咯。因为伊一礼拜只讲1小时啊，伊讲经是2小时，但是有台语翻译，实际上一礼拜是讲1小时。伊个时阵啊，我是一礼拜讲3摆。一摆是1点半钟，所以我一礼拜讲4点半钟啊，就等于是伊的一个月。所以我真紧啊就赶到伊咯，进度就赶到伊哦，以后就超前了。应该嘛是有3年咯，华严经讲一半。迄个时阵，84则同时讲，我是一礼拜2天讲80华严，1天讲40华严。讲了一半，有一天忽然间想起来了，文殊普贤修是修什么法门呢？
现在同住学呀，是什么法门呢？华严讲讲一半，后面还有一半，要去后面去看。沿到后面这个看呢，四十卷第三十九卷，看到了。文殊普贤菩萨隆重发愿求生净土啊！这佛话非常震撼啊！而且看到文殊普贤那家己发愿啦，求生净土，也搁带着华严会上四十一位法身大师。拢去啊，叫做世界去见阿弥陀佛咯，这个不得了咯。这两位大菩萨是毗卢遮那佛的左手啊，两大左手呢，把毗卢遮那佛的学生全部拢带去叫做世界，毗卢遮那佛哪会袂受气呢？各位学生啊，全部拢带去咯。毗卢遮那佛啦，哪讲无受气，而且非常欢喜啊！我然后再个详细来看文殊菩萨咧，得意门心，转化咧地主，现在同住，佮看有甚物咧？我你看原先这真正是粗心大意啊，四十华严讲到一半拢无看出这个问题啊，啊，这个用心啊，这个伊也看到了，看出来，原来现在个伊的老师修净土法门啊，对什么所在看？对伊第一个参访的老师介绍伊啊。啊！文殊菩萨介绍伊去参访，叫上云 BQ， 叫上云 BQ 修白鸠三昧啊！白鸠三昧是什么？叫佛力三昧，专修持名念佛，求生净土。这就知影讲。中国人常讲的啊，第一个先知识老师是先入为主，伊啊修的是这个物件，以后佫看到伊的参学，每一个老师乱叠历史啊，你细心去观察，伊啊参学，伊大项拢看。大行拢学，大行拢捌啦。伊无修，伊修什么？伊念佛。佮看到最后，普贤菩萨十大愿拢都归结咯，一个头啊，一个尾啊，那就明白咯。伊也是大门拢学，大门拢捌，伊家己是专攻念佛法门。哇，对这所在，这接受净土啊！真正创清楚、创明白咯，老师劝我，我拢无即款的信心。佮对华严、对法华、对楞严经来总结咧啊，我知影讲净土好，净土殊胜，真正无容易啊！看恁啊，只是一个听就接受，我真佩服啊！啊，我那也真困难呐、啊，比十几年，这个这个啊，真正来接受啊，这个法门，应出三界啊，圆顶四套啊，顿悟观音世之并肩，可见出法门之究竟方便，现应根基啊。这位真的不是假啊！
行车也叫做行超，因为八万四千法门拢是啊，步步啊，高升，输出啊，毋是行出的啊。啊，黄杨去路捷真好咧啊！看这个十信类，十信顶面十珠，十珠个起起是十行，十会向十地顶格妙格，那像读书同款，小学、中学、大学研究所，一个输出啦。正宗法门也无需要啊，就伫林道边啊就溜走咯，唔免遮麻烦啦。就按你一步一步啊，要到多一年你才会当出头啊！对边啊走啊，也对边啊走，什么叫做世界去咯？阿弥陀佛接引你去咯，去到那边了后啊，凡定速透，这就特别咯。释迦牟尼好心修四套有啊，树的啊，不是园丁的，你来一步一步爬啊。六道内面啊，是凡圣同居土，四圣法界是啊方便土，华藏世界是这个一真啊法界，那是这个毗卢遮那佛的十宝庄严土啊。个气气咧是上接讲净土咯，也是啊，一步一步向上去提升啊。你化妆世界啊，净土都无共款咯。阿弥陀佛的住土啊，内面啊是无界限。换一句话讲，用现在科学家话来讲，伊是无空间为处，这是伫西方世界内底拢总拢无即款现象，只有叫做世界特别啦，无空间为处啊。树土啊是做伙啊，所以一生一切生啊。你看伊下面句话咧，观音世迹。因是住伫倒位咧？因住伫十宝庄严土啊！啊，咱现在念佛往生是生传承同基础。伫咱这世界，传承同基础看袂着方便有土，有界限，有障碍。六道内面，咱生伫林道。咱看不到天道，天有二十八层天啊，下面看不到顶面，顶面会当看到下面。可是极乐世界那就是什么呢？十方世界诸佛如来办学拢是啊，有小学、中学、大学拢是安尼是，而且小学也是一年级、二年级，个人有个人教学。无到顶啦！阿弥陀佛，这个大教室，对小学、中学到博士班，拢是到顶的。这个教室要上课啊，拢像这款情形同款，拢总伫这个内面。这真特殊啊！所以啊，讲一生一切生啊，咱来当啊，伊啊，完成动机托。阿哈毗隆心，你到叫做世界，你拢会去看到观音世迹，拢会看到文殊普贤，拢是迄块啊。啊，常常甲这人斗阵，你真正是惊晕咯。这也是发生大事啊！你未向你个家里啊，
除了佛家以外，这么多菩萨来帮助你啊，来提拔你啊，你是真紧的成就啊。这是极乐世界无比殊胜的所在，所以感到十方诸佛赞叹，叫愿听速透啊，无该急呀。顿呢，立刻的意思，你啊立刻就跟观音菩萨、世尊菩萨并肩呐、拢是阿弥陀佛的学生啊。伊啊，就变成咱的学长咯。果见此法门是究竟方便，先应根基啊！什么款的根性，都在这法门拢总会得到。问题就是讲，你有相信无？啊，你是不是听有呢？真正相信。听无也不要紧啊，即句阿弥陀佛，你老实念，念到功夫成片，啊，你就会自在啊，往生啊，菩提时期啊，真多啊，一生毋捌听过经，毋捌字啊，就念即句阿弥陀佛，念三年啊，伊功夫成就咯。有徛咧去诶啊，有坐咧去诶啊，无破病啊，讲走就走啊，无困难呐、啊。前几年，深圳黄忠昌居士啊，甲咱做一个示范，伊啊听讲即个法门，啊去发心做实验。看这个三年是不是真正往生？伊伫啊深圳闭关，向修理技术何关？啊，两年十个月，伊就有伫时机啊，好啦，接未去咯，过差两个月满三年啊，真诶毋是假啊！呀，我伫这个所在要劝大家，伊甲咱做证明啊，三转法轮啊，做正转啊，证明这是真的，毋是假啊。咱有想要去无？想去，用迄个办法就会用的啊。关键的什么呢？彻底放下。你啊，所以袂当去呢，都是因为你放袂落。你对这世间也够贪婪，迷惑颠倒，真正感悟，什么拢无爱了，心内只有阿弥陀佛啦，无其他代志。你甲看卖，当时分手，偌长的时间，三年啊，一千天啊。一千天的分手啊，你就会处到啊西方极乐世界。玄奘大师啊，讲得真好，万修万人去啊，一日都袂老去啊。这是法门啊，修行你会互老去，老去原因是在你家己，你家己爱负责任啊。袂当啊，怪阿弥陀佛啊，唔通怪无量寿经啊，倒一个拢怪袂着，怪家己啊，不如法。逐工听经听无啊，这是真的。为什么听无？心浮气躁啊！所以啊，你对这法门有怀疑啊。你对这经教未当深信啊，解了无够透彻啊，所以你有障碍。
面的这段也果是讲契机，这段是无意情愿啦。咱来看下经文，有契机者，亦无契合时机之意。这段讲得真好，这是啊，显示出黄连老的真实智慧。真重要啊！契合什么？契合现代这个社会时机。如来追逐，流啊出经，有出经别尽之最后别连，有法将来伫这世间消失。也别去了，为什么呢？那是延伸呀，延无咯，啊延哪无，伊就别咯，延伸延别，伊是未别的，伊是啊因缘所生法，所以伊也唔是真呢。佛伫八济经上有个人讲，法相应下，何妨非法？讲啊，真透贴啦！有啊好啊，好唔通贪啊，唔通去贪心，去贪心就错咯。啊，佛伫金刚经里举一个比如，应计多啊，尊法。就比如一段小船啦、啊，或者是花啦、啊、插头边呢，或者是竹啊边呢，都好用的呀。伊啊讲的话就甲这个渡船同款，是帮助你对这个花到对面的花，到对面的花你就下下啊，才会当爬上花。你若无下呢，啊你就错了，永远袂当上花。啊、所以甲咱讲，法相应下，何妨非法啦、啊。啊，这个下意思就是你呀、啊，唔通去执着，唔通放在心内，放在心内啊，你就错了。为什么意思啊？有为法，伊是延伸法，伊唔是自性。啊，你会当一切放下，啊，你就见性。性，这是唯一的真实法啦，不生不灭啦。大行故作，大行圆满，智慧故作，智能故作，上好故作，上好就是咱今仔讲的福报啊，是你家己自性内底本来有诶，唔是外口找来啊，外面无啊。而且是啊，永远享受未尽的啊！这才叫做报啊！真正是报啊！诸行三宝啊！这是佛教咱的，真正爱求到的啊！该找回来，这就迷失了，该找回来。所以你一定要知影，智慧对对来，家己本来啊。你去求智慧无这款代志，你所求的是知识啊。啊，知识甲智慧是两件代志啊。但系智慧安怎求呢？爱甲心定落来，清净心生智慧。咱的心不定，心内也是如呛呛的这物件，所以伊未生智慧、生烦恼啊。清净心啊，生智慧啊，所以智慧啊是对放下，智慧就出现。啊，放未落啊，永远都无智慧。你啊，所学到拢嘛是知识，知识会解决小问题，
解决小问题，也阁有后遗症。啊，科学技术咧解决问题诶时阵，也是咧解决大问题，就有大后遗症。小问题有小后遗症，解决小问题也会用哩，也会用哩啊。解决大问题就是会带互全世界诶即个灾难，最后到地球诶即个末日咯。科学技术所带来啊。啊，中国人聪明啊！我是伫1982年头一摆去美国啊，第二次是1983年，新加精技术将我去钢筋，伫纽约。去纽约的迄天，伊也请我食饭，人客嘛真多，内面啦、有真多当地的即个美国人。啊，我相信因拢是新老技术好朋友啊。有一个人问我讲，甲我讲。现在啊，阮西方人对中国人的看法，甲过去无共款咯。过去总是轻视啊，轻视中国人，你中国人无文化，野蛮人。现在啊，阮知影了，全世界的啦，是讲一个一个来比咧，中国人是第一，中国人有智慧。真牛！一个来比，中国人是第一；啊，两个来比咧，犹太人是第一；三个来比咧，日本人第一。啊，背后伊问我一句话：恁中国人为什么无要团结？我听着啊，笑笑。我知影，因拢是信奉基督教、天主教。我讲啊，这是上帝安排啊。已经着惊，这安怎是上帝安排呢？我讲啊，如果中国人团结起来，恁还敢有饭通吃呢？大家啊，笑笑就煞去咯。真正伊笑咱啊，无团结啦。中国人真正聪明啊，因知影，就是讲未团结，该知啊，以后饭通吃。啊，拄着即件代志啊！我伫美国拄着代志真多啊。现在呢，因为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啊，对地球的生态破坏啊。已经是到达严重的程度，所以地球上灾难遮多，毋是无原因啊，人为啊，那你一定要知影，佮继续安尼破坏落去，我会估计要几十年。这个问题就会来了。现在讲的所在，这灾难，是什么呢？这是大灾难的先兆啊！咱已经看到了，哪个无认真努力，这个灾难绝对是袂当避免的。所以啊，咱未当讲啊，毋知影，未当讲，要认真努力来学佛，化解灾难无别项，就是劝导大家，
别心专一，断恶修仙。这个累积，咱们就会当啊解读。啊，今天时间到了，咱就学习到这地。